13日，刘涛在微博上发出了自己的《欢乐颂2》问答活动，参与答题便能获得安迪第一集海边度假私物单品。配图中，刘涛漫步在海边，浪漫优雅，笑容迷人。网友也纷纷赞道：“简直是时尚大片！”《欢乐颂2》开播当日，安迪一集8套衣服的时装秀，让网友直呼美得太过瘾。因此，刘涛特地选出与包总在海边度假的帽子作为福利送予网友，十分贴心。上午，刘涛晒出《欢乐颂4》美的自拍，除了曲妖精王子文，其他四人亲密同框。刘涛发文：“王子文，你去哪儿了？又向唐长老求爱了？剩下我们四个，樊小妹带我们去做头发了，姐妹们收图。”四美同框，每个人都很美。网友帮曲妖精 P 图，《欢乐颂2》如约上映，首播网络点击量已经过亿，可见大家对《欢乐颂2》的期待。还记得《欢乐颂1》完结的时候，大家真的很舍不得，舞美的戏太精彩，特别是安迪，好用的头脑，干净利落的形象，超级圈粉的。衣品也简直了，各种优秀的 OL 风，穿出不一样的味道，完全符合吃瓜观众对一个现代优秀美貌女性的所有幻想。第二季大家对安迪抱有无限期待，可是第二季一开播，网友怀疑这期是来了个假安迪吗？从背后看真的是相当雄浑了。之后在沙滩上穿了件白裙子，裙子是飘逸的，只不过刘涛这尺寸好像比起上一部圆了不少。